生肖属马，生肖属马的人，2023年真的是到了人生事业的春天时刻。因为生肖属马的人，五行缺水，造成了财富在2022年比较失衡。那么到了2023年，财星相聚，生肖属马的人终于手走出了人生的波折，遇到大风大浪也能够一一解决，让你们苦心经营自己的事业，自己付出的努力和一切都能够得到成果。2023年4月份以后，你们会得到天时地利人和，老天爷对你们格外关照，所以生肖属马的人经历磨难，终于破迷开悟，找到了人生的赚钱方法。2023年钱财数不完，让生肖属马的人在2023年财运亨通。生肖猴，猴年出生的朋友，之前受流年五行相克之苦，导致很多人财运一般，常被琐事烦心。四月一到，命宫有文昌吉星照耀，而且会有接二连三的喜事发生，迎来贵子，添了富贵，容易得到贵人的授人提拔。另外，生肖猴的人赌博等投机行为方面最好适可而止，不是正道，今后财源滚滚，多有贵人相助。生肖牛，属牛人从来都擅长隐忍，对生活的坎坷波折一笑而过，再苦也能咬住牙挺过去。过去的一年里，虽然运势不差，但属牛人也费了不少功夫求得正财，直到新年四月份，属牛人运势才有更上一层楼之势，赚钱不再费劲，大运滚滚来。四月开始财运好转，任何事有钱摆平，直到猪年，属牛人都不缺钱花。生肖蛇，属蛇人的智慧千回百转，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思维有所固化，能以最精明灵活的方式聚钱财，过坎坷。今年流年五行相生，虽然有时候遇到了问题喜欢逃避，但也能躲过一时风波迭起，所以属蛇人必定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新年赚钱有劲，数钱不停歇。四月开始，有钱不愁莫得花，缺钱这样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还有啥事能难得倒属蛇人呢？生肖猪，属猪人老实敦厚，让自己享风平浪静。四月之前，或许属猪人还处在相当辛苦的生活之中，四月到来则阳气上行，属猪人正是转运，有钱花儿万事顺利，自己的本命年前能赚足正财，富到明年不是梦。生肖虎，属虎人性格十分周全大气，从来是个豪爽之人，对生活的风风浪浪能一笑而过，能好好沉淀自己，更能吸取经验教训，让自己走得越来越稳健。2018年的四月份是属虎人生财有道的一个月，这个月内不仅求财顺利，更能打开其后一整年的好运气。属虎人最不缺钱，四方财路都能通，自当万事不愁，日子和美。生肖兔，属相兔在今年的农历四月，各方面的运程在直线上升，不止事业顺畅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非常顺利，在贵人相助之下进入了事业开展的好时机，但是在做事的时候要踏实的进行，不宜得意忘形。四月属兔的人财运亨通，可向外开呢，投资。生肖羊，四月份属相羊各方面的运势都非常可观，特别是事业开展更为迅速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意外，凡事最好亲自上阵，并且留意四月不适宜开展不熟悉的领域，如发展新业务或者是创业等等。四月生肖羊可谓是财运亨通，福星高照，利于合伙求财，项目合作会一帆风顺。生肖狗，属相狗在四月份可以说是一个时来运转之月。今月生肖狗得紫微星相助，遇事事业能得贵人帮助，从而事事顺心。相对工资族来说，在事业方面能得贵人相助与领导支援，自身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，升职加薪有望。其次，本月生肖狗不但财运亨通，并且拥有不错的偏财运，对于有买彩票爱好的朋友会有意外惊喜哦。生肖鸡，属相鸡运势在三月份本就是非常的好，到了四月还是运势没有下降的趋势。
本月巳酉半三合，生肖鸡四月事业开展顺利，只需顺势儿，为脚踏实地，做好本分，便可在事业上获得不错的收入。本月正财稳定，偏财运渐长，可谓是财运亨通，但是本月要额外注意落入他人的圈套，小心财产安全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是直心肠，他们勇敢正直，而且责任心极强。在4月1号开始，他们的桃花运呈直线上涨趋势，单身的属鸡人有望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属。另外，从下半年开始，他们得菩萨保佑，事业上会迎来一个高峰期。另外，之前的姻缘也终得修成正果，人生一路坦途，富贵连连。生肖龙，属龙的人很有创造力，他们胆大心细，对事业有规划且目标长远。四月第一天开门红，他们的官禄宫月支得地解，红鸾两大吉星庇佑，桃花运十足，而且还是正桃花，有望喜结良缘。同时，在四月中旬开始，得菩萨庇佑，富贵满堂，家中喜事连连，属龙人若是保持之前的干净儿，日后必定财源广进，钱财纷纷入家门。一生肖龙 advertisements， 属龙的人的运势一生都非常的好，他们命中就带有福气，身边从来都不会缺贵人。他们的命中还有吉星坐镇，能够驱赶走身边所有的霉运，吸收所有的福运。再加上贵人的指点，一生中不论什么事情进展的都非常的顺利，好运不断。二生肖猴 advertisements， 属猴的人即使是出生在了非常普通的家庭，但是也阻止不了他们运势的发展。一旦他们抓住能够赚钱的良机，那么各种各样的钱财都会源源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再加上他们受到了吉星的眷顾，一生趋吉避凶，事业不断进步，生活越来越好，他们的这一生可谓是非常的成功，未来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。三生肖猪 advertisements， 属猪的人的命运一般都是非常好的，从他们出生之后就受到了上天的眷侣，身边的亲朋好友非常的多，运势也是非常的强悍。再加上他们受到财星的青睐，所以他们这一生不会缺钱，是非常常见的富贵命。他们还不缺桃花运，在他们的一生中能够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伴侣，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如果身边有属龙人的朋友们，也一定要与他们保持好关系，因为他们也可以让身边人运势变好。四生肖羊 advertisements， 属羊的人天生就很聪明，他们命里福气旺盛，因此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能够成为行业里面的精英，并且能够赚取不菲的财富。由于属羊的人命中福气旺，所以这辈子灾难不敢沾身，一生没有大灾大难，更加没有大风大浪。但是命中却有旺盛的贵人运，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的帮助和扶持，所以属羊的人一生平安且富贵。五生肖蛇，属蛇的人天生就聪明伶俐，十分有责任感。他们一出生就能够给家人带来福气，并且他们长大后十分有担当，总是把家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。所以他们很努力挣钱，日后都能够大富大贵。并且他们贵人运旺盛，越到晚年就越能遇到贵人，并且一生少灾少难，基本上都在平安富贵中度过。农历二月，农历二月生人，天资聪颖，做事有担当，乐于助人，结识贵人千万，一辈子运势旺。二月生人早年一切较为顺利，遇事在贵人相助下逢凶化吉，中年后的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，运势越老越好，越老越不缺钱花。农历八月，农历八月生人，做事认真负责，事业兢兢业业，有好人缘，结交朋友无数。八月生人在30岁后越来越优秀，出门遇贵人，
财运年年涨，事业步步高，生意红红火火，收获满满，福报多多。农历十月，农历十月生人，真诚待人，有情有义，天生就有贵人帮，钱财多到数不清。